好，辛丑年8月19日，我们每到这个时间就是我们要剃头的时间了。那相对的呢，今天也是要让我们头部呢，每一个人都能够将杂草、妄念、杂念全部都拔光光，也希望透过人心呢，都如此的专注，将这些混杂的，甚至这些妄念呢，都能够随着大海、随着风、随着虚空、随着大地，能够透过天地之浩大，能够拥有汉勇与娑婆世界，就在我们的这一份心了。我们愿意为整个在佛摩沙、在台东、在太麻里、在我们永明佛寺前面，就如同我们家的游泳池，我们的心量的宽大，就是要学习太阳心量如此的宽大。从宇宙当中，它告诉我们是什么？因为都是一体的，生命都是一体的。我们细胞本身有粗糙内质网，高尔基视体滤泡，它就像一个棱镜，会投射出我们现在所有的种种一切了。所以我们不只是打喷嚏或者是打哈欠，其实它都是一种粒子的沟通共振了啊。但是你不让它形成一个细菌病毒的话，首要的就是你一定要专注，而且你有一颗真正的呢大慈大悲，你在平等当中就不会受这样子的蝴蝶效应了。因为呢，在一体的当中还有个人的别业了，所以我们希望所谓的集体共振，也希望我们个人的意识都能够全部汇集起来，我们同声开口，为我们的意念，为世界太平、宇宙平衡，我们同声开口，叩钟，尽十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遍无上正等正觉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能够遇到善知识、未善知识、即善知识于一处，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，将长极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，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，运转万事生的神经血液细胞染色体 DNA、RNA、金原子、原子核、质子、电子、中子为中子，为质量子、光子、超光子，乃至于星星之光等所有结构，转换成无量光、无量寿，感恩再感恩，无限的感恩。弟子是广弘十念愿本身水果，在所不及，法身遍满虚空，传单于一切，只愿成就大众。阿弥陀佛。我们在这一刻呢，所有的常住法师们，他们还有我们的未来佛贵宾们，都秉持着这份专注的心，能够集体共振，为人类真正的达到一个本具足、本圆满、变健康了。我们再次正式皈依，归给本具足觉悟的心，同声开口：归佛、归法、归身、归佛两尊、归法一尊、归身众尊、归佛离开地狱道、归法离开恶鬼道、归身离开畜生道、归佛尽、归法尽、归身尽、归佛、归法、归身、归佛两尊、归法一尊、归身众尊、归佛离开地狱道、归法离开恶鬼道、归身离开畜生道、归佛尽、归法尽、归身尽。感动人心，最重要的要感动自己，自己所做的都在浩瀚宇宙里面都是合一的。我们感恩十念放光，起诵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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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虽然简单重复啊，不要小看它，简单重复，只要你重复又简单，这一个六字真言或四字真言呢，你就可以开发大脑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也希望透过今天在此地，我们以每到午时这一刻，就是能够集体共振，大众全球白金礼行者，我们集体为人类祈福感恩。